生死都是没得选。男儿习武，为国为民。叶问身为咏春弟子，义不容辞。老夫想看看你的法是怎么对付日本人的。活捉叶问！如果中国人都想，只会任人宰割。既然你们都这么不怕死，那我就再让他死一回。冲啊！你会不会来叫个死人？应该会吧。娘的，给我放明白了，这是中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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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